か思うけど。台湾骗子的个人首页出来我手机哦，到了本站 K 线，我确认一下 ，K S H L E。包容一度吧。同意了吧？我有个大哥的，马克龙。破百了吧？这就一百了吧？那不是我朋友，我们不推荐那个频道，左边这。
台湾人试图骗人车到大陆什么小粉红方式，笑，哪来的小粉红啊？对啊，直接瞎眼。算了。这中文是只有100而已，100是不能成型哦。这一张，致命节点。